被用户忽悠。广告太快了吧，你用那个剪我跳舞的素材，那不是必出的事情，这怎么能错过？自己过分了呀！我感觉我要快，我要即将要转型主播，要给我剪出来的话，你摸我干嘛？刚刚那跳舞的都给我忘记掉了，通通忘记掉。咋解飞车啊？哎，我左边就一个人，这车你们谁都抢不过。你左边那个就是我。能行不？那必须。我已经得了一分了，你呢？怎么得分？转那个环呢？不是转那个环。环撞那个环，从那个环上撞过去。我刚才撞了一下没分、啊、你要从环的中间穿呢、啊、是啊，怎么可能没分？有一分哦，有两分了，只是还没达标。有人发了，你速度可真快，身败。完了呀，我这不是下次再也不跟你们搞这些，别让我身败名裂了，讲什么？身败名裂了呀！
几分？剩了三分，我两分。我也过不了吧？现在就剩五个了。难呐！哎呀！完了，就剩四个了。你好棒哦！下一关你就等着瞧吧，下一关只有三个。小 P 已经把我的视频发出来了，小 P 我称你为最强黑粉，好吧？小 P， 小 P 就是最黑的那个。哎，高空平衡木，运动员们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太好了。这个咋玩呀？我操！就走啊，就跑啊。那多简单呀！那是很简单呢。它木头会不会掉啊？肯定会掉啊。真的假的？不信你就试试，它肯定是假的呀。太简单了，哎呀，好无语啊！老是发出那个，哎，我好像可以。哎，老是拉出任务页面，我擦！我要得第一了，怎么卡了呢？耶、yeah, ，我第一了，兄弟！我醉了。哎，谁给我闪那个闪光弹啊？哎，这一关用来做决胜局真的太简单了，随便，随便嘛，我直接第一了。这第一面板真的太傻屌了。来，阿森，给你让个地儿。没啦！哦吼，哦吼！这第一面板真的太傻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用的是哪个？我一直玩的第三面板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跟个小学生照作业。没了。哎，这个不好玩，没有那个小红帽好玩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小红帽，整整玩小红帽，这有啥意思？